那你用。我没有看到巧克力酱游戏。啊，真的？哦，隐藏了是不是？线上调一下。别烧。有看到吗？嗯，好了。有。我明。我怎么就没挑成就？把它都解完了。有。哟，我来了！枪没子弹呢、欸，我有，你又来了，弹呢？我又开错，你又开错字啦！每天都开错字啊！他不能直接点你右键加入游戏啦！噔噔噔噔噔，加入游戏，点进去的加好友，你先帮我摸摸，枪没子弹啊！哈，可是你这样招射我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子弹啊，完全没有头绪，好奇怪，我也不知道哎、欸。等一下，我错了，我摸好了，不会痛。有头绪了。我们等着进来啦。对啊，你看他出现了。你、欸、不是啊，是他吗？怎么我要不是他？哎、欸，啊，我画面怎么那么白？啊？因为卢米在射你。顺波。我画面是整个是白的，我仿佛到了天堂哎、欸。我哟，玩出 bug 了吗？能看吗？我截给你们看。上将戒指，重开。啊，重开游戏了啦！你怎么这么奇怪？不是我怎么了？我感觉像是刚复活的那种画面。对，没有，我跟你讲，我刚刚一撞到地上的瞬间，有看到 Lumi 在射我。我觉得是 Lumi 有问题。哦，真的吗？那我再试一下啦。你赶快再进来，我试一下。哦，好啊，你看你怎么炸，因为我已经准备要把你踢出去了。不要啊！我就开本尊，看你怎么射我。那开本尊没事，开分身有事。他踢出哦，皮肤有哈？对他皮肤还要再买啦。他要打一个特殊的碎片跟他换，不是？闪光碎片，然后再花钱去。对啊，那个碎片是在我没有玩之后出的东西。哦，所以还要慢慢来，啊，慢慢享受。好友，读不到好友，怎么可能骗我？还是我坏了？直接浏览邀请至大厅，这样你会有吗？哦，是这样。然后发现我又是本尊，我就射死，用错了，哦，有了，就射入你，射爆他。哼，我已经摸好水晶了。欸、而且我看你那个腐蚀的枪子弹明明就超级多的，你还可以用到没子弹，我真的觉得你很强。150？对啊，哪有很多？啊、很少哎、欸，哪里少了？150哎、欸，你持续着按着就会很快消耗结束。你准一点的话，150够很久哈。我还买了十大包补品，以防万一。大傻眼，大爆眼。可以啦，哟！提升，差西啊！重炮，哎、欸，重炮打超痛的啊！嗯，重炮打我真的很痛。啾，然后配重炮。不是你打错边了，你不是上次就打过了？我先看看重炮，就可以重炮，感觉 OK。先不升，然后调一下音效。
音效一次就只能调那么大格、哦、对啊，你就只能用那个桌面的那个微调，那是调到最满999。记得我们上次打完了 BOSS， 今天要迎来新的地区。对，哎、欸，其实是吗？记得是啦，我们心脏还没还。上一个存档点，先去上一个存档点。火焰剑怎么拿？有人问，就是你打到对的 BOSS 就有了。对，很多武器都是随机性的，所以你要拼命刷。哦，没有，火焰剑的话，你打到对的 BOSS 还要完成特殊条件。哎、欸，特殊条件，打他的火龙椅吧。对，要断尾。这边打完了，这边是打王。嗯，对。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要从外面进去比较快。有没有女王的什么点？对啊。女王的点有啊，那我们要去那边还那个心脏，然后就可以打女王，伊斯卡尔女王。哦，还记得那个臭虫，一堆臭虫，不舒服的女王，太核心，像圣甲虫一样，没有吧？是大王猪节虫吧？下面有那只啊，一只一只的大王蛛虫还是什么的吧？啊，随便啊，反正等一下就够爆它啦。我看看我们的物品哦，我们的任务道具有那个守护圣物之心，应该就是这个啦。好爆啊！怎么看都想要打爆它、啊。啊就行了。哎、欸，我按太快了，我直接给他了。Oh yeah！ 我还在按兑换，然后就给了，没关系，获得了弩，加八弩哦。还有衣服。哦，好衣服。我想说，人家女王嘛，不要乱跟人家战斗。居然是按太快了，就直接好，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他打不了了，哦，他也打不了，我原来是打不了。啊，我想说让你们慢慢聊，都在跟你们讲，不剧透。把露米声音变好大，我调就好。怎么我声音好大、啊？没有，我自己调就好。加巴奴。我在想说，为什么我背后一直有剑啊？来的怪，我一直找不到怪，原来是前面这只怪、啊。哎，尊重，看一下装。是前面这个怪啊。我只看一下那个加巴奴啊。哦，然后我都想背上都是剑士。还有获得新的装备。嗯。屠杀面具。也是增加伤害的哦，30%哎、欸，哎呦，装弹会增加下士的伤害，差很多哎、欸，而且装弹速度提高，好装。那、啊、我们原本的是持续性的，其实也是不错啦。恶心。嗯，我还是继续当我的怪物好了。所以，我们有获得什么任务道具吗？没有，没有，没有吗？那我们现在还是要一直跟他对话吗？现在一直有说你叫什么名字而已啊，这个我之前聊过了，没了，没得聊了。那回营地吗？看一下哦、喔，是吗？营地，地图的右上角是还没走啦。嗯，好啊。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去到那里。
我的全黑的。对啊。哎呦，这里可以穿越。这里一直直走，那边还是黑的，不晓得有没有东西啊。好啊。好玩啊。下午还在。哦。蜜蜂子弹。啊笑。叮。哦有叮。原来是这边叮了。哎呦。也太朴实了。为什么总觉得好像没有到很强？什么东西没有很强？新的那把剑吗？没有，我的这把啾啾枪，而且一下就没子弹了。放弃蜜蜂吧。受一下，其实他伤害好像算高了，哎、欸，好像也还好。这一把还是比较强。嗯。完了，蜜蜂好像有点烂。换回来，换回来。57。补补。补补补。继续走，走上。行。凶啊！右边又有怪。打。上面有好多东西可以拿。拿。拿。这是什么？奇怪声音。上面有黄黄的，哎，对。对。而且特像。感觉很嗨哦！哦，好多人哦！哟，后面居然这么多人，偷偷来不说哎、欸。点。冲锋枪伤害也还好。哦呦，吓人哦！哦，原来上面有这只哦。砍爆他，没事。捡东西交给我。一群哦，一群哦！我怎么被抓住了？很多只，哎、欸，你死了！对吧？你还死，那你还射我？我没有射你啊！等一下，我把旁边稍微清一下。不是啊，为、哎、什么你还站在那么远啊？没有啊，因为刚刚全部从右边绕过来。我太难过了，路我也太难过了。不要难过了，哎呦，他怎么重生了？去死啊！不是啊，你就要打他的头啊！我打他头，你都忘了地板上那边抽动你的头，打爆他的头，打爆他了，爆掉了。不是、啊，我刚刚就是要急那个让你们看得到的那个东西呀、啊。刚刚不是有红外线的东西，我要拼命去急呀、啊。啊，算了，你听不懂。对，还听不懂。放空什么东西？玩了几次了？八个小时啦，露米，八个小时啦。急什么啦？什么红外线啊？喽，你不是会突然？哦、等一下我听懂了，啊、等一下我听懂了。红红啊、好了，不想讲了，不想讲，不想讲了。技能呐、啊，还有什么可以、啊？我刚睡醒，我刚睡醒。那个我是谁？我在哪？嗯，所以这边也是没了、欸，所以我们全探完了。嗯，还是要走出去。哎、欸，你看一下你身，你身上有没有迷宫钥匙啊？应该是有迷宫钥匙。对啊，身上是有一个，哎、哦、呀，有迷宫钥匙啊，可是原本就有啊。哇，所以我在想，还是这是另外一把迷宫钥匙。好啊，我觉得再回迷宫，因为那时候还有另一条还不能走啊。前面那个塔吗？紫色的那边。嗯，应该。那我们去摸摸，摸摸走走。走快一点！没体力啦哟，那个刚睡醒的、啊、那个走不太快、啊。没体力你还滚？对啊，消耗体力。我好痛。
等一下就摸摸了，痛什么痛？痛什么痛？有彩色，摸了摸了摸了，这速度效率。所以，找一个像迷宫的，对对对对对，试试看，都是都是。巨石碑吗？还有什么名称呢、啊？有什么大厅之类的名字？没有。走着走着就呛了，就晕了。试试看。走走看，踹踹看，不行，再想办法包起来。那想说打完那个要来到新的篇章，结果还在扛。啊，不是啦，又回到这边了。没有，我知道上一次去那里是繁星你点，对啊，所以交给你，你点能点一次，你一定可以再点点。看一下快速，好。有人说在第一栏就是第一个啊，他那个显示图就很不像啊。来来来来，你点你点，给你让你点，可以点吗？迷宫，对啊对啊对啊，就迷宫两个字，就是迷宫啊，是迷宫吗？不是啊，不是吗？哦哦是哦，嗯，哦哦白痴哦，就那迷宫哦，哦白痴哦，你是不是也刚睡醒？不是啊，我上次又不是我点的，我就上次我点的、啊。嗯，我上次就是找不到啊。他上次就点到这边了、啊。我是啊。你说紫色是不是？就这里吗？露米讲的哦。嗯，因为我上次就走这边啊，然后没有去过啊。那就摔死了。哇！我是被夹死了。虽然你死那么多次，我们哪就记得哪一次啊？哪有？那我今天创新高度，看可不可以死更多次。我这边可以暂时传。前面有一道门，是他吗？可以啊，可以耶！哦，对啊，所以应该说原本可能说不定是来这，然后我们只走到另一边。哦，哎、欸，不错、啊，看一下道具在在不在？哎、欸，任务道具还在耶。还在，还是说之前我们也是一把钥匙万用，全部都可以开。万用钥匙，走去哪？开到哪？还是新的地区吗？还要试哦。哦啊，对，是、哦、是是是是，帅哦！这边是真的会迷路哦，跑到福特哦。这边是真的会迷路哦，完全都是树林啊。嗯，那我们有小地图，有。哦，灯看起来很 peace， 漂亮，感觉是美美的地方。没有，没有，没有。一切都是假象吗？我要跟你讲，这边是丛林嘛，虫子就很多。哦，所以意思是会飞的很多咯。那感觉不像虫子，很像野兽。山猪。一二三，煞！分开行动。露米学皮学啊，谁叫你跟我走了？我等一下可能就迷路了，会了就会死回来咯。自己不会走下面啊，下面可以走啊。对啊，下面地方感觉特别的危险，我要想怎么就剩我一个人，很孤单，我要。不然你把那些怪打掉，然后不去捡尸，我大傻眼。我也傻眼，眼睛都要凸出来了。没关系啦，哟。原来真的可以下来，难怪会被发现。死路，没东西，完全没有。好，这边都是拿到那个镀锌铁。黄色的感觉有路。哎呀哎呀哎呀！还发呆啊他。哦，我看到你说的那只。什么东西？
会飞的。没有啊，不止这只啊！打死你啊！不太这样子玩的、啊，上上下下、啊、都有啊！加油，加油！哎、欸。哦、我想说一起开个戏啊！哎、欸，不是，我在射，你不要挡我前面什么？你怎样？你想说什么？打架、啊！打架、啊！打架、啊！后面有东西，吓到我了！你想后面有怪物啊？你怎样？现在连头颅也要打是不是？啊？哎、欸、啊？怎么打头颅？我把头颅叫出来一起 play。啊！我想说你要打你自己的头颅。哎、欸，凭你这刀法，哇！喝了，喝了。欸商人，那个是商 人，不要打。哦，哇，帅哦！我射了他好几枪啊！哦，原来头在下面，我想说，哇，这个红红的有没有威武？我以为他是山猪。在这里，我点到，我想离开。没事啊。好，给你，给你，给你。我到底在破他的瓶子？好，哦，给他废料讲秘密。哦，完了，又要给钱了，又要花钱了。嗯。这游戏都是这样啊，一直叫人家讲秘密。咦，这里有一道门呢。恐惧的大门。他秘密也太多了吧？他花我多少钱了？换卢米去啊！说秘密给你听哎、欸！哎、欸，我总觉得……哎呀呀，没秘密了！我在集能力，你是在怕啥啦？超大，这里会有那个、哦……我不要去了，这里会有雷级的怪哦。武器长矛，护甲，这里有新的护甲，打出暴击时暴击伤害，啊，扫了头，还有卖超贵的戒指，嗯，你可以看看，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这里，不要拿，我没有拿，是任务道具，奇异道物品。哦，获得了一个神秘的东东。好，之后可以再来看看。现在换换，从什么身上剥离下来的？哇，等一下，这个戒指真是贵到，贵到天价，贵到真的完全买不起啊！这东西是有可能是之前那个雕像的、啊，到时候也可以试试。长毛跟我看到你的恐惧的大门，这很明显要从另一边开。他都喜欢玩这招，要你绕一圈。嗯，好了。行，长毛买好了吗？买了。好，那就换上我们的火焰剑继续前进。干嘛干嘛？你射我不会，应该不会急吧？不会啊。你想干什么？射一下不行哦，小气巴拉呢。很痛哦，会死掉。死。走哪呢？那里是门，所以我们往下走。你这样我都不知道该不该打。刚摸完那个都挤满了你，你不打你要干嘛啦？哎、欸，被开过的宝箱谁开了？卢米啊，我开的。哼哼，开的都不讲。你这样我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了，迷路了。不带路啊，卢米。迷路了。你看，你看，这边是不是有好东东？哎、哦哟，新戒指。那、啊、你捡那个不捡这里的？哦，我。人家不喜欢跑太远，觉得很危险。讲屁话，射他，射他，枪杀他，枪杀他。哎，拜、
手机。一二三，上，分开行动，耶、yeah! ！好，有探索啊，我们都那么强了。敌人觉醒而已，还好。那个比较适合就是单发的比较痛的那一种。就刚刚那只啊、喔，背后戒指来，巫师，巫师，巫师，凭你也想要打败我？恭喜！偷偷剪，拜托这火焰剑法哎、欸，我炎之呼吸啊，拜托。感觉前面，我只听到不晓得是你们的声音还是怪的声音。怪的声音。哦，怪还会滚呢、欸嗯，没卖哦。我觉得这边就努力走啦。有在走路就好了。这边好混乱哦。对啊，我说、就是、我们能汇合吗？这边这他在下面呢、啊，我要走上面。不一定要汇合啊，就这样子先探索 啊。我们去探，我们去你一人就不行了。我们去屋子吧。双刀必须去。滚滚滚！哼，两刀就不行了。哎呦！哎呦！找到下一条路喽。好，好，可以走走看看。看啊，对，这也是往下的最后，还行啊。你那边好吵，你怎么没打完呢、啊？我、哦、这边超多，哎呦，好啦，我来了啦，很多只呢，差点没有把巧克力当成怪了。你头上有蓝蓝的啦，砍爆你哦！顺便补个蛋。啊，你也没捡干净哦。哦，没捡到。耶！还是这样啊。白金丰富捡耶！很多哎、欸。啊，我就跟你说，我打很多没、欸。哎、啊，你都不捡。我相信有人会帮我去捡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他已经损失一点血量了，以资道歉。浪费我子弹。你等一下就补满了啦，没事的啦。来，给你射，好舒服，多射。很笑。是说那个我们可以走了。能走这里，没有要记一下。哦啊、不不，我要看一下大地图，因为这边真的很乱。哦。没事、啊，大家稍微记一下。Let go, let go。不是说好要够够了？够啊，那够啦，不然我现在在干嘛？怎么又被揍爆了？这里就毁了啊！哦，自制的东西。有啊。我看个人的实况。他们在玩覆盖、欸。嗯，嗯，啊，糟了，什么神秘的地方？生物神祠。哎、欸，这边要你看，你看，你来中间，中间。我都喜欢绕来绕去。哎、欸，这是什么？牙齿。哦。好帅哦！啊，我刚刚不是有拿个东西吗？该是这个吧，我记得。哦，可以可以可以哦，哦好大颗哦！哦呦呦呦，启动启动了！呜、哦，有种不好的预感。哦，那我要跑了，没有了，走喽！好多紫色的东西跟蓝色的哦。哪里有好多紫色的？有点多、哦，我们唤醒了它喽。捡走前面东西，它就要动了哦，所以我先捡旁边紫色的。我不要去捡蓝色的。哦，刚刚那个面具。哦，整套。对对，等一下，暴击跟伤害。我们在看哦，露米，我们在看哦。好少，姿势手卷剪刀。露米打他！哎，露米后面，露米，露米走到后面了。好爽哦！哎，不是，好棒哦、我刚以为是前面。树木怪人。我是慢跟啦，哎哎哎哎，你这样不好，你这样不好，你别别别别别别！
我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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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补。等等等，你们。喂，我从后面要。是我的弹印。喂，喂。你这样子三年级都出来的啦，哎呀。啊！看光光，看光光。补补补补补。吃一下，吃一下。我被感染了，满的满的。你打那个汤药。啊？你有没有汤药？哦，好。哎、欸，它消失了。对。嗯，死了吗？这边好，你们体验。看来要这边没有了啦，这边没有东西了。咦、欸？那再摸一次呢？摸一次，摸一次它也不会出现啊。我、哦、浪费汤药了。现在这只来调皮的，对，这调皮。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回去咯。哦，对，来，我是拿了那个头而已。跟着导游走，走，那个那个，走走。我们再来要回到，哦，反正直走就好了。跟着导游走。好。好啊。再要回到商人那边，遵命。啊，有好东西拿。哦，导游哥哥，不用够啊，就走去商人那。嗯，这里啦。迷路仔表示这里啦。哎呦，我没体力滚哦。哎、欸，不要打到我。我射他屁屁，我没有打你。骗、欸。那才是啊。哎、欸。哎、欸、哎，等一下后面是有怪，不是不是不是。好来，你发众怒了，我跟你讲。发起投票了。又发起投票。没有，我们就等一下就都不动了，你来带路。嗯。我要，这样我就绕圈圈、哦。没事啊，有两个小时让你绕。我直接玩手游。哎呀，被砍了！哇，你这么勇哦！我都把我自己当坦在玩哎、欸。不是你啦！我想说，我后面也是怪，哦，你那里也是怪，两边都怪。哇，宝！啊，他死了！对。守护生物戒指，啊，死得好，死得好，死得好！哎、欸，金光死了，对，就是他，就是他。来，我讲一下，刚刚就是他跑出来杀了那个商人，坏了。哎、欸、呦，技能还没好，我技能还没好，还要好了啦。残像，我残像300多滴，错。那有毒，要小心哦。嗯。我补了。没有没有，哎、欸，地板。哦。不能太靠近。哼，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哦，有新的特性。然后又被感染了，赶快摸，赶快摸，赶快摸！已被感染。被感染会怎样？就是你会时不时一直咳嗽，还是怎样的？会让你打怪打到一半会，哎、欸，就是第一关的特性啊！真的是咳嗽。对啊，你吃龙心还喝水，喝到一半也会咳。那刚刚的守护生物界近战伤害减少。哎呦，厉害！感觉蛮适合的，身上像戴头戒，生命增加，完美回避。哦，获得新特性是不是？有新特性，近战伤害减少哦。感觉猛诶、欸，近战。我感觉那个好像还不错诶、欸，我换看看。血哇！哦，
啊，犹豫一下，生命二十五其实还蛮明显的，很多哎、欸。好，来用看，降低20%。所以我们现在再去走不同的路啊？对啊，往右下吧。右下走。对，因为右上那个要开门啊，现在往右下走。哦。那哦，一定只是敷衍的哦。哦。有那个怪的声音。哦，对啊，就哦。啊，所以才会带这一招啊，因为这边的怪真的藏得很白痴的位置啊，都看不到。啊，时不时都会冲出来吓人。散开，各自寻找捡宝喽。捡到增加特性。没有鸟哦。哦天，有大鸟鸟，加油，你一定可以做到。哎呦，我吓死我了，我想说奇怪，左边是还有一只怎么从我旁边出来，我也被吓死了，后面真的有。对啊，喝打。嗯，要这吧，欸，不理我的啊，那个直接过去砍你啊！哇塞，看起来比较香啊。没关系，他给我极能量。哎、欸，我按错了，可恶！居然吃到了。哦，有洞了。嗯，又是一个洞哦。嗯，感觉就很多的洞。对啊。超多隐藏地方。让我们走起。来啦！跑来啦！然后加25生命很多，可是就是减少生命也是不错啊，因为我都打近战啊。光明那一套吗？哎呦，那就刚刚的戒指啊，那、嗯啊、贵生生的戒指，太夸张。啊，这边是下一张地图了，所以要记好，所以要记好右边是回去的路。好、哎，打 boss 了 ，boss 喽！那你大家振作哦。啊、嗯、哈，哦，这关啊，嗨起来喽！出来，骷髅头先出来。我们先探索，我知道逃过敌人的围攻。嗯 ，Lumi， 你的修炭。啊啊！哎呦。好，露米，我已经躲好了。你躲去？我刚刚想说，哎、欸，这人有点像巧克力黑黑的，然后我在想，嗯，我刚刚没有打他。我看到你了。他们真的还有，他们真的有学我哎、欸，躲在上面。你们怎么这样？而且这只很大只哎、欸。好了，可以的，这样子，这样子看到了。哎、欸，小孬孬，我去打小孬孬、啊。不让我吃的、啊，哦，有了，我吃起来了。哦，大智出现了，剑法也想砍我。哎呦呦呦呦，原来是背后啊！哎、欸，不是，给背后掩护。等一下，他们源源不绝哦。我遇到大只的喽。好，在我们刚刚进来这边，我看到，射他一枪。又跑，还跑，还跑。他们远距离的也都复活了。我是不是没弹呐、啊？我操！好，十一只。看到，我看到两只，他也在招，他也在招，我砍，欸、砍死了，砍死了，放了个补，是的，露米有放补哦，辐射，露米，干嘛？我被你辐射了，还干嘛？哦，是你哦，我刚没有辐射呢，是我的骷髅头，
你骷髅头辐射个屁呀、啊！骷髅头表示辐射棒棒。闪电剑！啊！背后，哈！注意啦！我好像自己，我感觉自己人在互打，两个阵营。啊，两个阵营。对。咦、欸！羊头怪。牛头。哎呀呀！我不为任何人效力。哇，帅，帅。你在哎、欸、this one i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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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is我们可能也会吃到自己人。干嘛干嘛？没有，我看你后面有个在走动，我想说他谁？我去捡钱。那画这个游戏，他们画都很多。对啊。有东西可以捡哦。我没子弹。所以就真的没了。嗯。OK。嗯，感觉他有变简单呢、欸。武器都要回去拿，回去跟那个妹妹买。那行，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哦，哦，狂跳剧情没有啊？你们眼力不够快吗？全部都看完了、啊。就是，呦呦呦，对啊，有些人阅读就是跟我一样慢啊，没办法。所以我就不喜欢看玩那种阅读的游戏。速度。我那时候就是在念剧情啊，那就那个60秒生存嘛，就你先收集好什么罐头，有的物资上太空什么的。他说：“繁星，下一页。”我说：“等一下，我才看到三分之一。”出发的打哟。有人说这只好像也可以打，真假？有可能就是选择吧，选择不同就有不同的状况。对啊，这游戏各种的选择、就是要让你一直回去玩的、啊。看一下这张地图，那你还要记得之前选择什么？对，记忆游戏啊，最多就三人啊，可惜啊，在最左边哦，新地图哦，地图没看到。左边要回家，左边回家，左边左边记好，观众要记好，然后左边回家。如果你走上面啦、啊、我们走下、啊、分开行动。太慢了。欸我还是被砍了。哇中墙。感觉怪物都很难突袭。叫一下哈。哦来来来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什么东西，就这只就这只。像蛇的虫。对对对对对。如果你怎么跟我们走一样路，他会爬哦。有香香。他拒绝回答，我太难过了。对啊，我就是来开箱箱的，让你可以爽爽开罐罐。那我开下去了。哦呦哦呦！哦龙屁屁哦！这个龙心，感谢。看起来揍啊！就是我被揍吧。左边，冲啊！哎、欸，刚刚前面的圆环呢？没有，就地图长这样。另一边了，另一个地图了。线有点可怕。哦哟！哎、欸、，sorry。酷，神秘的怪。激战起来哦！哦呦，小心他们的那个镰刀，射的那个镰刀超痛！我
这边点慌了，慌了。又滴滴，环境又。因为我这里有那个圆环那边吧。没有，路上前面有虫虫。我在圆环这。我来了，我也来了。倒。OK OK。嗯。还没事。你要补补吗？我滚走了。行。下来啊！又怎么滚下来啊？我弱了。补补。滚呐！前面有亮亮哎。走啊，那边，走啊，走啊，走！哎呦，哎呦，另外一个副本哦，也太多个，不能开的吧？哇，小小的路，啊，还进不去中间。真的很不想给我急耶、欸！阿面，给你都给你急，我不动。急完了啦！真的给你急，给你急。现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我不能急啊！他在持续的时候我就不能急技能啊！行，你就这点本事。哦，二刀捡喽，捡，耶、yeah, 哦！复仇哦，神像，这一关怎么都是复仇类型？酷哦，项链，复仇神像，血越少伤害越高。哎呀，你很适合你哦，可是你不能带，你要带那补血的、啊。不行啊，对啊，他都疯狂补血，好不好？我都带，他有问题。但不管队友，直接先吃。我在旁边自己补、欸。我明明就是帮你补，刚看你血少，立马吃进去了，都没有感受到吗？没有。我的用心。没有。难过。嗯。哟，那个叫好刺激哦。巧克力这边。我砍。有，断他头。其实感觉用近战还是比较累，对吧、啊？远距比较方便，但没那么多啊。远距打会有那个击退，就是要买那个做不了啥事了。用近战的感觉很傻，就说你都用战逃了，要跑去哪？没有，我刚以为这里没有路。阿姨，你的队友在前面拼死拼活的，你跑回来。他都这样啊，我都已经习惯了。坦克巧克力，还射我，我真的太难过了。耶、yeah! 啊！反正你也没有负伤害。哎，关。哎呦，这门看起来就很可怕、啊。下面感觉哦，从这边走下去。对，也是可以跳啊，路米跳一下。酷的地方哦！要我跳了？哎、欸、哎、欸，不是我表演哎、欸！好、哦、播广告，我给你奖励啊！好棒的奖励哦，多来几下。你说的不要。你说近战很强没有、啊？你看刚刚射就可以感受到啊，远距离伤害其实差不多。重点是远距离射怪。会有那个击退，就不用在那边滚来滚去了。阿切，弓箭手，哎，就知道你真的很想在我枪口前面呢，小妹妹。好啦，我闪边一点啦，我等一下就在你后面。不是我，你在我后面你是射我，你在干嘛？
对啊。那你就不能单独的走吗？我怕迷路，这个世界很危险。哪那么夸张？会跳，会跳。打到蓝蓝的，找不到。点个特效。哇，你点啊！冲啊！哦，又有箱子，黑心箱。嗨。哦，到现在都还没获得那个繁星之眼捡东西的成就。我捡不够多啊，捡很多哎、欸！你就知道我头拼命在捡了吧？对啊，很扯哎、欸！我的等下都留给你捡，对你很好。不需要，你自己也必须要获得。你去捡，你去。That's all you got. 对，听哦。声音从四面八方，中间吧。哟。躲在这里，笑死。有，这里都 OK 哦，继续往前。Go go go！ 哎，你怎么不捡？哎，你怎么不捡东西？路易没捡，你啦你啦，留给你捡的，留给你的。那有些手枪子弹我捡不了。哦，我想说你有那个备料。流星我有捡啊，流星我有捡。你还是先捡。飘渺蜘蛛。来一下，各自捡 ，OK 的。好。哎呦。心机耶，在他旁边。在扭啊，在扭啊，在扭啊，在扭你！东西都放在上面，真的很烦。要绕很干净，哎、欸，有新的门了。出去的门，我们穿越了。咻！对，这关真的是很大，可以自走，各种绕 ，OK 的。哦，又摸，又传单姐摸摸摸，嗯嗯嗯，先做就赢啦。喵，喵，现在超聪明。哦哦，又来了四连剑啊 ！Are you ready, Lumi？ 没有 ready。好，那就来吧。哎呦，直接进动画啦！哦，很帅哦，帅哦！哎呦，敲钟怪怪的哦。哎、欸，可以打掉，好像。哇、欸，不带壁咚的、啊。我感觉他那个钟可能会引怪，所以他射完之后要把那个打掉。好。毕竟他那个是可以敲坏的。已经在，从来不畏惧。哎呀，射了、哦。钟敲给你打。各种小怪啊！又射了！
好，我再打掉了。好。右色。哦，他那个还会强化他。啊！我射不到，我射不到，我射不到。对，我射到，射到，射到。看穿你的战斗方式啊！用砍的超难砍的那种，白痴。还要射中，还要射中啊！中有个大声，哦，一个帅气的砍，我放火，来个典狱长，引伴者的钟，现在这钟感受不出太大的特性。欸，我觉得好像有变简单呢，说不定只是我们变强了。对，我们还带着一个宠物搭，我一直在帮你们清屁屁哎。在讲什么？说的清屁屁说的好像很厉害，一直在打 boss， 我就不多说了，打一些小正怪的而已哦。哦，好，我等一下决定我不要打旁边。我等一下专门射巧克力。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先迟得点。一滴一滴打，你到底在对不起什么啦？咦，只有一滴哦，之前是三滴哎。嗯。你是我偷偷升的东西啦。嗯，我只升到十而已啊。哎呦。哎呦。亮亮。这就是那个门啊，有没有、有印象？刚回来的门而已哦。啊，开门了！回来了哦，回来打开门。福特在丛林中找到福特的踪迹。烫伤领地，烫伤领地。但我想要先回去、欸，我们好像拿蛮多东西。可以啊，好，做做武器。哎、欸，没有哎、欸，这边是直接来而已。啊，对啊，好啊，没关系，我们先回实验室。先打几只 boss， 可以来做做装。一小时回一次，好，不广告。繁星说的对，不冲啊！咦，左边了。你只卖铁而已啦。嗯，你先左转。去看卖什么好东西？老妹子吗？你的绷带还在这哎、欸！嗯，没有啊，巧克力，你快来买，快来买，有镀锌铁，你快来买，你快来买。居然？为什么之前都没有？有新的，生产新的技能哎、欸！对啊，就是刚刚那个钟啊，还是什么的那些的、啊。我们刚刚不是打了两三只 boss 了？对，他才会有技能或是武器啊！哦，这技能感觉很帅哎、欸！如果有达成特殊击杀的话，才有另外一个东西啊。好像是他的钟不要敲掉，这样打击杀他吧？哦，真的假的？那、啊、你可以讲啊，我们就我不确定啊。哦，因为这只真的不好打，当时就是想要解那个成就，解不了，所以放弃啊。可以，喊出来我们就好。一句话，直接不打钟。好，好了。我技能。有心得呢。万剑之歌，光环随着移动。友方造成的所有伤害增加 10%。 哦，好像还好，给露米用的。专业来吗？啊，就这个而已耶，没有别的哦。你还一个 啊？你没有另外一个技能吗？金刺斗篷你没有吗？
骨头好像桥好像没有。斧头？哦、你说尖刺吗？一个尖刺斗篷，那个应该是佩鲁米打的时候得到的啦，那个还好。嗯。因为他，因为我们不是有说那个龙星吗？要解祖先任务。哦、对对对。那时候陪他打，我们是遇到另外一只 boss， 那个还好啦，那是第一关的小王。还好，没错。那是那个技能我也不会想带啊。光环丝放着，我觉得光环好像没有什么用啊，你们不需要我的光环啊，你们都冲锋阵线啊。不是啊，我们都远离你啊。那在你旁边有没有那个放毒的？在你旁边随便打啊，还不赶快跑、啊？嗯，剩一下武器，稍后。哇，这叫流光水晶。有够贵的。摸摸水晶。走走。我来了，跑跑跑跑跑跑！我来了，我最快耶！你还射我，害我丢丢丢！你最坏啊，我知道啊。哎、欸，我们就是最可爱的，完都被好了，上一个存档点，什么燃烧林地？感觉地图做这样比较坑啦。对啊，那你还要去，像是你在现实世界里面还打开地图啊，然后还在东找西找，找点的感觉。往下左边走，是啊。哎，有啊，下面左边这里还没去过。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注意这五个钟的样子。嗯，这个后面用得到，先拍起来、哎、那个、请截图，请你截图，请你截图哦，这交给你哦。啊，什么东东啊，哦，黑摸摸。哎、欸，我记得这只 boss 很难遇，我那时候好像也是刷蛮久的。你先截图嘛，截好就走了。走啊走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然后我真的对这只没第三，就这张地图的所有 boss 我都真的是没印象。没事啊，就在前方咯。好，哦，马上就看到了，进。哎呦，好多东西冲下来了。哎呦，前有怪物，后有露米，就 Q 我哎！哎、欸，我保护你哎、欸！哎、欸，注意，谢谢我。怎么谢谢你？哎、欸，又拿到你像嘞，好猛哦、喔！哎、欸，我在当小宠物啊，东找找西找找。太棒啦！哎、欸，你干什么？对不起。你干什么？他射我。不是，他的抱歉你可以接受啊，不能接受就干了他、啊。我不行，我不行。不，你眼睛红红的，我看到你眼睛红红的。他、欸、瞬间有点进入水中。这边就走那个大门嘞、欸。傻眼，点了你像回来杀我。给你杀，给你杀，我站在这里了，杀我吧。他们只是浪费子弹，真的浪费。我好难过、哦，我现在连被杀的权利都没了。嗯，对。感觉又要打 boss 了。来。噔噔噔噔。是要用那个奇怪的钟了吗？钟。感觉是解谜用的，有前面有影子對，就跟上次解那个啊踩压力板的那个很像。对啊，应该是类似那种、哦、踩压力板那个也，我也是整个游戏破关之后回去才发现的。掠夺者出没之地，耶、我真的觉得他为什么 boss 要拉那么长的位置？
有够远，好远呐！让你有进入的那个感觉，好多没体力了，数字怪哦。等下打猫猫了，打猫猫？怎么可以打猫猫？那我不打了，他等死。完了。哦，哎，钟哦，有没有印象？这个钟在哪里？是中间的。好。咪咪。这个是中间那个啊。对啊。啊，它有五个，它有五个位置，所以我们刚刚一起要按照顺序打。哎，猫海，你等一下，你要不，你看那边，你看那边，你看，你看，你看那只猫，你看那只猫，那哪是猫啦？那是狮子吧？啊，狮子不是猫，那豹啊！你不要骗人啊！狮子不是猫，那是大猫咪啊！你甚至有点像狼啊！啊，对啊，还狼啊！对不起，记错了。那可以打了。可以，可以打够。它有四，它六只脚。有敲钟跟没敲钟有什么差吗？嗯，敲钟的话，它会比较好打。哎呦，原来是这样。对，因为你说，我就靠过去看了，它就行了。哦，没事。没有，没敲钟打，说明有成就。对。哎，不是，你怎么每次都是先看我啦？我这么好吃哦。会有特殊的东西吧，我记得，所以看等一下。我用这个摇，我怕第一个伤害。欸，我怕。你看弱点是屁屁吗？你就看哪边打是黄色的啊。嗯。要不要？你要不要先龙心一下？我自己用。哇，弓箭手在他背上，我还去载他们。头啊，打头。肚子也有，肚子跟屁屁。来准备哦。又去再人。可以。哦哟。哎，想干嘛，小可爱？哎，咬到，你很棒。嗯，太好了，你一直在那跑，怎么样？快不行了。哎，没子弹！哦，触手夹。嗯。啊！获得奥数攻击。这样我们还需要敲钟吗？来不及啦，他是敲钟前打他的，没事啊。近战改装威力获取什么意思啊？哦，近战我不知道改装到底是什么意思哎、欸。他、啊、之前有什么武什么枪的改装，增加伤害什么？上面第三个。对啊。获取的改装威力，懂。这边有香香。好，开箱。你说改装就是枪的技能啊？近战的改装呢？近战有改装吗？是有啦，就是火焰的剑那种。对啊。哦。哦，就是增加这种，比方说火焰剑就是220的火焰伤害，它就是增加那个伤害。嗯。咖喱咖喱，可以直接从上面翻下来。那你怎么没扣起来 ？C， 没有啊。想说你可以翻一下 ，Show Time。
了解。哦，有人说敲钟的话，狼会变成友好生物，可以聊天拿东西。哦，这么？已经击溃他了。对。忘记拿什么、欸，观众可以讲一下，那位观众可以说一下。我好奇问一下啊，创始人的肩膀，你想干什么？这下去会死的哦、喔，你还想摔？你看一下多高哦、喔。等一下，我刚刚也想说到底能不能翻，我刚刚正想要试验。可以啦，从这边不会死啊，还不及扣一半啊。我吓到啊！真的假的？什么？来这里了呢？好，走。啊，这里了。什么东东？创始人呢、啊？对对对。啊，白痴哦、喔！啊，这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劈开了，你把手给劈开，直接劈开就好了。对。暴力入侵！哦，跟曼之母让我来迷宫找你，启动了红色水晶。看，你看，我去尿尿。好。嗯？告诉我如何去告他。下层区。要怎么过去？哦。哦，其实他有提示吧，门禁卡。对，就是这拿那个门禁卡就可以了。就我们之前拿那一张。为什么不跟我来？呵呵。Bring everything you got. I regret giving it, but it cost me a lot. Oh, I don't mean it's not worth it. Except the price you pay. Good luck. 遇到什么东西？就这样。就是只是提示我们吧。没有、啊，就获得钥匙，然后跟我们讲说有那个实验室的卡，门禁卡就可以。对，我要回去。行，回去实验室。哦，我挡到你了，我回来了。哎，我动不了。我滚！我动不了。为什么？真、啊、动不了哎、欸。我杀掉你吗？可以啊。法术法。没有。可我离你好远了，只好让巧克力杀了你了。巧克力杀吧，这好像行刑哦。你是哥哥吗？不知道哎、欸，可能就是刚开门，然后巧克力把锁给打开了。欸、我们直接哎呀，我复活啦！有了，没有。那个，你把你的生命献给福特。嗯，好。福特说收到，收到。想问他问题吗？使用你的生命，生命解锁。那、啊、这样我们这张还要逛吗？他叫我们回去了，对不对？对啊。那就看你啊，看有还没有想打没有打到的 BOSS 啊。那你啊，回去。啊、其实我们过得很快、欸。嗯。按照他这样讲，感觉快要 end again 了。理论上是啊，可是我前天看 DLC 又有新的怪可以打，我也不要买，好像更困。没有啊，你前面有很多很夸张的怪。那、啊、你跟我讲话吗？哦，对啊，个什么弹跳球什么的，镜像。三号区里的镜像是啊，走吧，导游，来来来，跟着导游走，好像直接去，来哦来哦来哦，跟着导游走。哎呦呦呦，楼下是十三号区。哎呦呦，嗯，还不是这里，去他的那个实验室最底部。我们有了门禁卡，也有了 key， 所以就没问题了。嗯，该是这吗？我要想一下、欸，等一下哦、喔。我们要去一间很像
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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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是吗？哦，这吗？镜像区。等一下啊！电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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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啊！来啊！来啊！哦，不想，我觉得这个会发生，还不行吗？哦，等一下哦，创始人的钥匙没有效果，没有效果。嗯，然后先启动他的power。这里感觉像是没有跑了、哦、啊！电没打开啦，上面的电源。去开，我去开。走走走。我、哦、这个这个，有印象，上次教你怎么用的。哎呀！打开的那个。有了，打开了。哦、就是随手一拉。主要是那边之前有放好了啦，嗯，放好那个电池。哦，有嘞，开机了。创神的 key， 敲钟会拿狼之心增加体力和移动速度。哦，哦，好起来，初始化镜像、哎呦，来了，有，门开了。嗯，我滚！哦，不行。增加快捷。来了，让我们进入镜子里吧，镜中世界。噔噔噔噔噔！哇！哦哟，都是这种更慢的。哎，请往下。电脑不见了，应该是这边的啦。没有，这就是。镜像的世界啊！七号实验室，跟刚刚的路就是左右相反。有没有怪营救吗？你可以跳下去。不要，我看了一下，我刚刚是认真想说，嗯，是要滚一下吗？我按滚啊，那滚不下去了。可恶！都长蘑菇了，都没人打扫。地狱疙瘩，然后就东西掉下来了。你真的敢滚哦？你来看一下好不好？我有看这个路啊，看是从这个这边 OK 啦，直接下到最下层。不会啊！哎呦，绕圈圈啊！走起斗鱼，要找谁说话呢？到了、嗯、哦，要干什么大事哦？先存档，不然要走好远。先摸摸摸，恐怖游戏。好嘞，哎呦，哈、哦！这边你们那个要贴近一点看，真恐怖游戏呢。啊，贴近一点哦，更慢。干嘛？他要串起来哦。串起来，哦，哎、欸，他怎么那么慢？他之前超快的哎、欸，他突然真的会串起来，他突然咚的一声抓住你的手哎、欸，可恶！The futility of their actions. We bring purity to chaos, serenity to bedlam. All will be consumed. This is necessary and good.所以你看，世界会毁灭，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对啊，想当神，是更慢的核心。The worlds and the core of the worlds live in pain, agony, discord. Discord. We bring peace, equality, silence. 那只是把世界给灭了一样。讲屁话。跟你讲啊，不用靠他也可以啊，对不对？你知道我是世界级的杀手，我杀了全世界每个人。只是我是漫长线的杀，两百年后就会把大家都杀光了。哦呦呦呦呦呦！没有人活过两百岁，击败梦游者。哎、欸，他感觉很弱哎、欸，他揍他，那个管子怪而已啊。他见面都不一样哎、欸，天哪、啊！
真的、啊？嗯。他这感觉超弱啊。哦，他有章鱼脚胶。他就只是水管而已啊。哦。也太弱啊！已经打半截了、哦，我知道他会有第二阶段。他这起码要来一个三阶段。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个有帅，这个有帅。哦呦，这更帅啊！蜘蛛形态哦。爆头打他超痛，小心哦。都红红啊，好痛喽！快走啊，快走！硬打，硬打，硬打！哎、有了。来，第二阶段来了。没有。啊、我们刚刚该去升级龙心的。不用啊。相信我们做得到。啊！不打，我闪不打，我闪不打，我闪不打。他、啊、可以揍了。我们还在看。啊！你还在看？我还在动画耶。他变成一只大鹅嘞。嗯、啊，而且重点是我刚刚还在动画里、欸，然后我在动画里就看你们已经在偷打了。哎、欸，为什么你们都不打？哎呦，这个厉害哦。我讲一下，现在打他没有用。哎、欸，对，没空血。现在打他是锁血，哦、我们现在就是要等，我们要等他招一个特殊的东西。慢慢对，慢慢打，现在不要浪费子弹，现在不要浪费子弹。他那个招过来的也打也没有用。对。你就只能躲。哦、啊，有我在哪？我是谁？哎、欸，现在是一起进来哦。啊？打小怪。有，小怪小怪。然后你们看一下右下角有个红色骷髅头，对不对？对。那个累积越多越好。嗯。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边边都有个门？我们累积好之后就要出去了。他就是把我们以前打过的怪物是又大集合了，集合吧，所有的怪物们。哦，不谢了，不谢，不谢。哎、欸，我走回来了。啊，那走，露米走了，露米走了。你们出去了，好。对对啊。啊，这时候可以打他了，没有会开始扣血了。那个血跳的，我感觉我世界强啊。也太痛了吧，这个。我们之前哦，这都可以打了，可以暴击了。有，哦，这血量好帅哦。收爆他，打肚子。这也太开心了吧！打那个，打头，全部打。好，休息。不行了。又要进来了。三。喝个蛋要不要？哎呦，走哩！所以刚刚就是你那个骷髅累积越多越好，哦，肚子会更开心。可是你在里面待这边待越久，怪会越强。有，刚刚出去的时候就已经变成那个丢斧头，拿钢筋的那个。红啊！哎、欸，我怎么快死了？没死。那、啊、我们这次，露米还没死哦。啊！更慢跑。哎、欸，呜呜呜！我看不出那是野捕还是他跑。两个混在一起。哎，怪有点多、哦。要走了，我走了。我走了，走。哎、欸、呜！哎、欸，快跑、啊！逃不了啊！好远呐、啊！我要滚了，滚、过去！真的有够远啊！滚过去！我死了！哎、欸，我死在中出来这边。感谢你救救！哦，我吃！可以。哦呦哦呦哦呦！我相信我看起来。攻击，快点攻击！有，爆头！哦，砰！哦，爽！哦，快不行了！没了，休息。来了。哎、欸，到门口打。好。然后我等一下翻个东西，
哎、欸，这个带那个大剑吗？这个加攻速射速。好。可以。路面有没有补血？好，我放了，门口。有可以。多捡一点子弹。这样超缺弹的。所以这边要带那个啊。弹药包。嗯。有啊，吃弹药包啊。你该走了。大蛇出来了。对。走了。可以啦，只剩那一点血量。零。我打了。幺九。之后吃汉堡包。哎，击杀他的时候到了。哎呦，哎呦，醒来就。他也精灵之眼。他也变太烂了。你怎么这样子？哦、我们太强了吧？是我们太强了，对。那带露米还能够太强了吧？真的、啊、哇哦！比起之前打的，真的确实就还好啊。啊，放手了。哎呦，因为之前是只有一个人能进去，哦，所以伤害都是靠那个人在打。那也太累了吧？对啊。啊，其他人干嘛？就在外面一直跟玩那个鬼抓人啊。哦。他就一直丢东西啊。对，就一直滚而已。然后只是外面的要跟。里面的说王丢过技能了，不然一出来马上被王 K 死，然后你那骷髅全部都没了。哦，有观众也有说，以前是随机抓一人进去。对。嗯，我们逃生了。我们就，啊，不然这么累的要逃生啊，不喘口气，喝个水休息一下。他就没交代啊，就只有他一个人走。啊？一个满头大问号。对啊，所以突然觉得很像看了某部电影的感觉。那时候就在猜，应该是还有续作。知识魂，哎、欸，他到了。高塔回了。不然那时间在那么多人，你不跟大家 say 个 hello 一样啊？大家吗？对啊。开船回去就个人了。就按照他这样感觉，至少是把那个啊，就是世界变成有那么多根蔓怪物的根源给弄了，就截掉根蔓，不救人。哎，这满头大问号，到底是为什么呢？耶！哦，获得很多的特性。对啊，哦，心灵之眼哦，远程伤害提升哦。拾荒者哎、欸，我终于也拿到了哦，恭喜哦！哎、欸，我也有哎、欸，有什么拾荒者吗？拾荒者，嗯，啊，不开心，毁灭蜘蛛可以重置配分配哦，重新点哦，欸、我还有幸存者背包哎、欸啊，那个你可以点两下，看你们要里面的东西而已。有啊，就拿到了。哦，废料还蛮多的。咳屁咳啊！一直咳，我就被感染了。我要传染给你。你是在哪里被感染？我在旁边，就刚那个被感染。流光水晶也可以买啊。在你旁边咳。这个有开心，差死啊！我过来他就不咳嘞。别了。嗯，色爆你！超级皮，你好可。哎、欸，所以龙心也可以买吗？可以啊。
可以，你们有多一个拟像，现在就五个龙星。哎、欸，还是你买了？啊？那你买好了？买了、啊。第一个就先跑来冲来找他。这么快？哦，有龙星。速度。还在咳。哇！被感染，永续感染中。这武器超帅呢。什么武器？掏出来！有，大侠，丛林神之诅咒，反击者哎，好帅哦！套 Q， 反击者，那介绍完全都是英文。哦。呜、哦！雷击枪啊，感觉不错哦。啊，很淡哦。哎，这感觉就还好。可他大招不晓得是干嘛。我们等下可以去被摸摸。嗯，没有很痛的感觉。我们去摸一下水晶。对啊。触发一下，让他的技能满。好像没有痛，你打我几滴？七耶。你打我七，哦，那我打你才四而已。怪哦。应该是你防具比较高吧？不是啊，我是说这把武器好怪哦。那要说明介绍都是 English、嗯、三次的使用 F。哦哟，你有怎样吗？没有哎、欸，就是会瞬间黑一下，看你们这黑黑的。定身啊，大姐！我没感觉，我没动啊。动啊！你自己不动啊？动，动哦！哦，你可以先射完再动吗？你白痴吗？还有浪费两发。你动啊！你动啊！你我动，我动，看我，我转，我跑啊！我滚啊！我跳！哎、欸，那把是什么？怎么瞬间换武器了？他的另外一把枪啊。哦哦哦，被电击哦！哦，还有触手、嗯，这把说还好啊，把不是辐射啊，嗯，还好，还好歹也是最终 BOSS 之枪哎、欸，触手强强不行，总觉得好像还好，不爱，觉得好像不怎么样。一定是因为还没升级。嗯，回我的最终 BOSS 的枪，掏钱让你变强。现在就缺那个、啊、流光水晶。对啊，他定身后的伤害力有上升。哦，定身再射他这样子。对。哇。复活枪真的蛮好用啊。对啊。露米露米，等我，来了！我刚刚去升了一个防具。你主要是复活枪搭远也 OK， 很多 BOSS 都是要中远距离。来了，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二周目了，一周目 KO 啊！五还是玩看那个其他模式啊？可以啊，其他就等于是开一个副本而已。是它的右边，我们不在地球吗？还是哪里的？选第二，啊、选右边那一个，那就可以开启看你要第几关要进去。哦，自己挑就对。嗯。困难模式来啊！没玩过啦，那时候是试玩，是玩都只玩简单模式。由于此账号或一名团员缺少克尔苏斯沼泽的授权，某些下载功能不可用。哦，那是 DLC 吧？谁没买 DLC？ 我有买，我买了、欸。啊，你有买哦、喔？正在等待另一名玩家确认。我没买嘛，我下次买嘛。客气。哎、欸，所以现在你们在确认快速旅行吗？我吗？没有啊，我没有啊，我先离开是不是？嗯、欸，重摸，我刚刚整个重摸。
啊，重摸啊，所以是，就是因为你没有 DLC 了，所以我没办法生存模式吗？是这样。我知道，我只是想说看看那个生存模式。哦、啊啊、生存模式可能就是那个啦 ，DLC 的。那、啊、我们可以玩世界设定，有冒险模式哦，可以啊。哦，对啦，冒险模式就是你说的再次击杀某一个 boss。他前天出了新的 DLC 啊。嗯，对。要来买。哦，有哎、欸，克鲁苏沼泽，可是那个露米没有，应该就没办法玩。露米刷。你是真的现在要刷是不是？没有啊，我还要连账号。哦、我先看看。加入购物车，创建冒险模式。嗯，这样有啊，快速。有啊。正在选择目的地。哦，所以就是设完之后，然后设定完就旅行过去。对对对对对，就过去了。还好嘞，第二个 DLC 也太快，再玩。你说开地球？哦，啊，这是刚刚森林那关、啊、大猫咪，我这里。所以这样是这一整关重新来啊？嗯，算是新的地图。你真的他感觉我们在装傻，自以为自己没看过，殊不知早就已经看过了。那用这样子玩也可以刷，这样子玩也可以刷那个吗？武器可以啊，可以啊。哦，这其实可以用这样子去刷。嗯，因为之前你要刷枪，只能从头一直往后刷，所以我刚刚不是说我对这一关其实印象不多，嗯，就是因为这一关要从头刷到这一关才刷得到，所以当然是越前面的关卡我越熟啊。那可是不是说这种冒险模式也可以刷关卡、刷枪？因为它的网好像也是随机出一个的。抓抓看嘛、啊！我想还是觉得锵锵。哦，紫色的哦，你前面有紫色的哦。有。哦。Incoming。戒指。哦，远程和近战的伤害都加15%哦。哦，这感觉。谁要减伤啊？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不怕什么东西？嗯。跪下。东西的。你说困难模式会掉闪光碎片。哦、oh, ，可以买哦、可以买 DLC 的武器，哦，所以要玩困难，对，好诶、欸，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没有露米，你们可以的，我要相信你们自己，我们可以啊，可是你还没买啊，哎呦，等我一下嘛，基本上不会用近战。远距离真的比较强啊，只是就想帅一下、啊。好吗？嗯。哦，你拿新的枪了？对啊。Oh no！ 嗯？我觉得那感觉刚没来一样哎，对啊，因为它就是额外新的东西，哎、欸，没有没有，这关是原本有的哦，紫紫的守护守卫的戒指，
哇，这各种拿新东西啊，好爽啊！爽啊！防御力吗？对元素抗性的。哇！我这个枪攻速快哦，伤害又高。那你的不做事，长长的一条啊，小枪啊，刚刚的小枪，被我抓他出来。我刚一直想说，你跟在那边干嘛？哎呦，看出病人了，打不到怪啊！哎呀，七土地，白痴哦！他打到怪那个，对啊，有帅。是用处真的不大，遇到那种啊疯狂跑过来的时候就可以了。他子弹很少，姿势手卷，一转头救人。捡，那近战其实很麻烦，还要先躲招。他如果近战可以先攻，我觉得就会好多一点。可是就是可能变成近战游戏了，直接砍，不用。对啊，这里有香香。姐，你那边走完来我们这吧。好。哎、欸，他有另外一条路哎、欸，你走这。哎、欸，什么？那我这。你打开地图看呢、啊？我要绕很远哎、欸。哦，去你们呢？应该也只是死路啊。哦，那个去不了的地方，不想去的地方，就说是死路。沿路啊，好远哦，你们超远的。好了。哎呦，我就没体力了啦！不要、啊，大哥，饶了我一命！哎、欸，你们现在搞好痛哦。我换枪了、啊。我们现在打这个有痛、欸、有痛哎、欸！你刚刚定他的时候，我完全打不了他哎、欸！我真妈的定，可能就只有我可以打。对，我原本想说再试一次，结果就倒了。没有定的用完，他其实有点麻烦，你要定人之后，你要马上再切，把技能切掉再收、哦，不然他就会连续用那个定人。烦，害我刚刚定的全部用光了，都是路米来的。怎么这么棒？哦、因为是困难模式嘛，所以打队友的那个友军伤害也上升。但是困难模式哦。哦，是假的。我记得刚刚选的哦，没有，因为我不是最简单的、啊。我现在不是拿复活枪啊，我现在是拿那个新手的枪。我也没有拿复活枪、啊。对啊，我都没有在害怕的、啊。新手枪比较痛。打不死啊！贵族一族，什么？谁？哦，是秀来秀去的吗？啊？想说你都，我想说你都知道了，我就不讲了。我猜的、啊，因为是直直的地方。又是他、啊，反正就是秀来秀去的。他不打中啊，来啊！哦呦，哎、欸，不是他，不是他，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只，这是另外一只。喂，我进来就有惊喜哦。对，他不是中人，他是另外一只，像之前那种地板没人，那个很像。定对 boss 没有用，你没有定到啊？定对 boss 没有用，我讲没有用了。哎、欸，人去哪了？但是对他的伤害很有。哦，知道为什么一直带着这个了吧？好用，有些怪打要跑、哦。哎呦，我这它会有电。
啊，你走在这。来啊你！走左边。我是。哎哎，藤蔓，上啊藤蔓！哎，做事藤蔓。来我这里傻了霍特曼，哦呦呦呦，不傻不傻，快不行啊快不行啊，色屁屁，追啊，哦碎片，做长矛，其实把散弹虽然子弹少，可是它蛮痛的，闪光碎片，哦，那就有了，棒哦，啊。哎、欸，我刚有帮你们补补哎，看我这补丝，哎，哎呦，哎、欸，我怎么我的世界又黑了呢？这个世界好黑黑，眼前的黑不是黑啊，嗯，哎呦，吓死我，我以为下去要掉下去，对啊，打不到哎、欸，对啊，打不到哎、欸，哇，刚在那个。实验室的时候打得到，现在不晓得为什么不行，真难过。其实我有抗性的，哎，哎呦，你有？要等多久，露米？我来了！哎、欸、哇，反正你再多几枪我就挂了。哇，哎、欸，我逃，我按，差两发都。买了买了，被血了，呜呜呜呜呜，没了。藤蔓打到敌人可以吸血，哦哟！等下是藤蔓吸血还是人会吸血？藤蔓，哎呀，你怎么又死了？大傻眼呢、欸！已经没有成就了啦！哎呦。欸，死一百次会不会有新成就啊？我不知道，没有人想要浪费子弹。可以帮我打成一样，我觉得好像蛮酷的。你都还有没子弹？前面就有补补点了哈，摸摸。欸，怎么啦？那个门之前那道门都没打开，还在。对啊，这是另外一道门了啦。从里面开启。哎、欸。哎、欸，所以是另外那一面吗？这个是之前，这个是新地图了。对，因为之前那道门隔壁是商人呢、啊。哦。有没有？这边是商人的地方。啊。随便找。哇！九九，哎、欸，又是那个圆环路。它、啊、有一关 BOSS 是圆环的竞技场，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好像很嗨。哦，下面有个大家伙，总该定住了吧？打不到，你定了，我真的打不到。等他再次移动就可以了。他是定完之后八秒内打他都会有额外伤害哦哦，所以就是定他之后就可以填个子弹。嗯，哎，露营什么时候才要走来最前面？可以啊，走前面，然后一起迷路吧。哎、欸、Fire incoming！ 在他的吗？没有啊，来找香香的。你们看这怪被打得很好笑。
射的哦。碎呀！这种东西。哎、欸，那、啊、怎么这个姿势手柄是直的？是特性哎、欸。对啊。特性不也都紫色？蓝色。这是手柄是蓝的啊。你又捡干净？我因为、欸、我刚看没有东西。哎，我给你捡，给你捡。又在那边。浪费死，我就带你走。你要走那啊？哦，糖果屋你。我怕你迷路。大傻眼，野鹿留东西给繁星姐。哦，那圆环里面还是有东西没捡干净哦。圆环不是我，我没有走圆环。地啦，这边这一条路吧。哦，露米，有两条路啦。下面也没捡干净啦。哦，我跳下来了。哦，欸，我姿势好帅哦。连滚动都可以定欸，好爽哦、啊。欸欸，我刚刚姿势好帅，那一次，等一下，我准备好了。咦，对，我特技演员，你有技能吗？我没有在你身上浪费任何的技能。好难过、哦。刚姿势那么帅。哎、欸，不是这哦，楼上，楼下，戴凡凡，你在下面，因为他刚说什么跳下来，我就想说这边可以跳，哇，骗人，骗人呢、欸，哇哦，好爽哦，骗到了呢，我好好奇、啊，最后这里啦，滚下去，哦，这个墙，哎、欸，露你上去滚。欸，我也想要看我可不可以停在上面，你要瞄准好哦。来了来了，特技演员来了。三二一，准备滚！哇、哦，有哎、欸！完美完美，好帅哦！完美完美，哎、欸，不带降的，不带降的，来 go 来 go。问超完美啊！特技演员表演。啊、巧克力比较强，好不好？要抓住你跳下来的瞬间呢、欸，超猛！今天是你的话，你抓得到吗？我可以的。欸，不是要死要死，磕一个头。好吃好吃，看宝宝。你不是要拿那个枪射哦？可恶！拿个枪可以刷一波了。并没有，已经懒得射了。很过。嗯，啊，忘了吗？是哎、欸，嗯，又有 boss， 这怎么觉得又不太一样？暴风议会，不同的哦。对啊，哦，我好像没打过，那就一起来摔一波喽！耶，圆环就很可怕、啊。猴子，孙悟空啊，猴子王，他拿拐杖。哇哦！哦，有我打过了，他还有好多蛋哦。就他，我记得他的丑，他苦头吧？苦头。我记得这么丑的脸，记得。那拐杖看起来很帅啊。雷之法杖，图腾之父。是我这一集哦。哎、欸，那图腾要打吗？不知道哎、欸。图腾，你说他的武器吗？还是什么？地上这个在亮的啊。会有掉东西吗？有、欸。你怎么打掉了？我才说要不要打而已啊！好啊，没关系，没关系。碎打吧，碎是不要打。没差啦。打字折打字，你都打过一次了就打掉了。对啊。行。反正都打了，都不听我讲话、啊。哎、欸，怎么都打我？够了！哎、欸，欠多少嘛？跟露米拿。你看起来比较好吃。啊，看着看着。超费。鹿角。鹿角哎、
这是困难，我看这是简单模式啊。简单游戏，哎呦，等到我屁股怎么又疼疼的了？公司面。你要断了吗？不要吧。不是不是，他下去了。下去了啊？你怎么死了？哦。我问你打死。不是前面看起来就像可以滚过去吗？对。我刚才想说，我疑惑了一下。看一下背景。他是滚下去的。哎、欸，这死路要回头了。只有那个画面而已。我的天哪、啊！这个是没发现会直接往下走哎、欸。因为想说怎么看都觉得要走啊。哦、太难了。哇，美香香。哦，嗯、哦，他有两个图腾呢、哦。哦。把旁边的图腾打到红色，再把 BOSS 杀了，会有特殊奖励。哦、oh, 召唤的图腾是会召唤小弟，所以他可能对有不同的图腾。摸摸，谁知道呢？真的不知道。原来是那样。所以呢，这个模式也会有，哎，的结束会是怎样？欸、我不知道哎、欸。是新的东西啊！啊，你之前没有刷这个冒险？对啊，这也是开好玩刷一刷，就是重开再刷一刷，重开再刷一刷，没有说刷到底。观众知道吗？这好像要到左下角，走很远啊。对，左下，冲啊，露米！疯了！天！嗯，他不需要来哦。这样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玩看那个，那个他另一个生存模式。好啊。嗯。看看有何不同。然后可能就可以差不多了。毕竟他刷多周目也只是刷是这条吗、哦、地图瞬间暗了，怀疑人生。因为我们往下走啊，我不捡干净，我有捡、欸、差点又退巧克力色。你看到那个红红的就想要丢东西啊，大傻眼，冲怪就像怪。哦，有一大大的有像商人吗？不是。欢、嗯、巧克力那里吧。我看 ，Who's less？ 哦，嗯，没人。神秘的地方。欸就这里面哦哟。我有零及时搜索。是吗？是啊，好像棒棒的。嗯、哇这枪真的痛。真的哦。对啊。一枪就倒啊。这奇怪的神啊！后面藏宝箱，偷偷来！
哎呦，后面有人啊！啊哈！你干嘛？你干嘛？我又没有射你！呜！啊，按错。我们完全绕回来。哎，右下段你往前再直直走，有个那个在闪呢。想看吗？啊、还是你要吗？啊，暗暗的，可以走。走过去应该可以摸摸，下次就可打。啊？这里又是一尊有佛像的地方。哎、欸，是我、啊。我只一看到人，你就射了。哎呦，换人换人了。哎呦，哇、哦，好帅哦，好帅，我姿势、哦，演技派一流啊。不，哎、欸，这边不能滚哦，可恶。哎、欸、哎、欸，好，没有那个了。耶、yeah! ，过去过去，哎、欸，玩家受伤不能快速旅行，切，很紧张哎。打赢 BOSS 啊！直接冠军了，爽！这个感觉刚刚有打过哎、欸，就在打、啊、有水晶奶、嗯。对啊，这看起来光碎片，下次再来打啊！好哦，笑死啦！我秒。哈哈，把你带走！哎、欸，我站起来耶！对，你站起来，为什么？怎么会？照样带走。嗯，好啦，那我们下一次再来玩他其他的模式啊，再来做收尾。想不到今天直接忽然间都破了，哇、啊！我觉得好快哦、喔，神秘哦，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剧情。就是用文本，所以你没有一个实际的感觉。对，不是一些什么酷炫的动画啊，或是干嘛的，然后就忽然就结束了。好啦，下次再来玩，大家晚安，拜拜拜拜，啵啵啵啵啵。好啦，那这边就到这边啦，感谢今晚收看。巧克力那边应该是要录影啊，所以才要早点关。好、啊、那这边就开到这边啦，感谢今晚收看，大家晚安，早点休息咯，拜拜。